small change， $1, $2, $5, $10 OK， 我们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你的爱心满满哦。对呀、啊，好有爱心啊。师父对他讲，把握时间，把握姻缘，把握时机。总是大家呢，都是精进呐、啊，都有把握。看到了人，人间呐、啊，时常说的时间、空间，人与人之间。时间，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里，听听天下呢多少苦难人啊！现在的科技发达，人世间的生态形象，我们大爱台呢都。天下的各种形象啊，都会把它呢，这拉从空中拉下来，撒播在人间，看天灾人祸，这都是过去的累积啦，众生共业啊。实在是很苦，苦难变多。我们呢，现在已经呢，把佛陀的教义已经呢来熏陶我们，已经了解了，了解众生的苦难，更能学习到了这。造福人间，所以菩萨入人群啊，引导众生啊，造福。这道理我们都清楚了啦，所以大家要如何把爱的能量走入人间，就是这个时候，让。同的爱心箱上街头，这一个爱心箱呢，就是要呼唤大家。这世间有灾难呐，各位菩萨，你们的上街头啦，这就是亲像呢，伫咧布善种子，恁行就街头。开播啦，开播出去，整齐队伍啦，这叫做弘法利生。实际在台湾50多年了啦，有的呢赞叹，有的呢给我们的修忍辱行的，我们总是呢如如不动。做我们该做的事，不过，那你多心不动，这都是叫做亏多啦，咱亏多破落，那你多为人间呐、啊，善多法啦、啊，善道法，那亏亏啦，因为呢。菩萨所言言苦众生，人间就是因为有苦难，才需要菩萨。就亲像讲吼，人间社会，人就是有病，所以咱来去病院，同款的道理啦。所以人生有贫困，有苦难，所以呢，咱爱救济啦。人生呢有无明烦恼，所以咱做人文呐、啊，人文就亲像安尼，这四信大爱台，它可以从全球的生态，一旦一滴一滴向咱播，我都甲大家人讲，
您哈、哦、爱看信息，人间的信息，咱家己有大爱，大爱呢是最具有教义，给我们呢开阔眼界，都是正知正见，给我们正思维，这都是啊，师父真用心啦、啊，要给大家人有迄个正知见，那这也是我们呢心灵的通信。所以常常跟大家讲，有时间呐、啊、开电视，唔通开错台。大爱，充满了大爱智慧，智慧教义，所以大家人爱好好用心。即马恁伫咧做主者，当着亲像阿尼的人间有灾难动员的时候，家里的人支持你们，也赞叹啦。啊，主者真好，师父做的代志拢对，已经被你们家里的人都肯定啦，相信呢，全家造福啦。我最近听到的，迄规家庭吼，规个投入，啊，家庭呢，还有亲朋好友，也拢去。该影响入来，大家人做个欢喜。话题呢，都是讲主者谈佛法，这吼就是上好啦。给师父，大家人和师父呢，最好的回向。所以师父真感恩。你若有特工伫咧听师父讲话，我拢会一直感觉讲哦，此生无憾，我这世人，这世人无遗憾啦。我们去做法亲关怀，这些资深的法亲很可爱哈。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专心的聆听他们分享他们的做的实际事，然后赞叹他们做过的事，他们其实就很欢喜。好，那这张照片。难得看到这个照片中的这个秀珍师姐笑得这么开心了哈，所以我说，哎，这些资深法亲真的很需要我们给他的爱跟关怀。在2005年，哦，南亚大海啸，当年，哦，这些师兄师姐，有的已经离开我们了，哦，让中华这边最感受到最大的，哦，曾我们人文的赞美的配音呢，曾经有。请过蒋同师兄，还有我们的秀娟师姐，还有我们的阿依师兄，是拉我们人文人善美人间大菩萨道周生的最大的动员力量，一个个离开我们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相信他们都是趁愿再来。各位分享中啊，也有啊资深的啦，老师兄老师姐啦，很资深啦，现在已经过去了啦。所以哈、哦、一提起他在记忆的记忆中，就会想起了他很资深，当时要做慈济，他们是多么的花心，人无多，所以因呢更花心。各位菩萨也许都是安尼安尼一直有因缘出来的，所以说来我们要莫忘那一人，莫忘那一年。所以呢，时间会过去啦。安尼不断连接连接过来，从现在个追溯过去，我们认识的人，是我度他呢，或者是你度我呢？彼此之间
如何带进了菩萨道来，所做的一切没有遗憾。主祭人所要做的主祭事一定都对的，而且呢做得真对呢，连自己就会自我赞叹，我做有对啦，哎呀你做不对啦，做不对，听到人的分享会感觉说真可惜，那当时怎么会没我。因为呢我们现在要追溯历史，总是呢将来代代子孙代代啦未来的人看到此际这一群人，这个在生命的延续，这是毁灭的延伸，这都是给大家。